吃完十个老婆，小鱼就把位置让我了。哎呦，得耻！瞎子要跟我互秀了 ，Q 上来 ，Q 过去打他一套，不到级，卡他一步距离 ，Q 过去，闪现一个 Q 技能躲，贴 W 可以在前面等他，莫眼在前面等，预判闪现，哇，好走位、欸、少侠，莫眼躲我一片，一个 Q 技能再中，嚯嚯，高手对决 ，Q 技能中，那问题是这波要怎么操作他呢 ？Q 技能中，莫眼躲他 Q， 不到级，卡个双 Q， 可以接天雷波拍他一下，哇，我被秀了，哥们。他想秀我，莫言躲，再躲 ，Q 技能再中，不着急，拉扯一下 ，Q 过去，天雷波拍他一下 ，W 拉走 ，Q 技能再中，不着急，躲到冰后面，他 Q 不到咱们，他很急 ，Q 技能中，来来来，往下面 Q， 天雷波拍 ，W 拉走，嘿嘿 ，Q 技能再中，再接天雷波，莫言躲，天雷波拍死小兵，再 Q 他，让他 Q， 往下面 Q，Q 中了 ，Q 莫言片。他以为他活下来了 ，Q 落地飞雷神，没想到吧？嘿嘿，这瞎子还是想跟我 battle， 不着急，天雷波减速 ，Q Q 他一手，哎呦，好拉扯 ，W 减这里 ，A E 减速 Q， 天雷波拉扯，好，现在到比拼操作的时候了，莫眼空中 Q， 哇，我被预判了，兄弟们，闪现躲一手，莫眼再躲 Q， 一个 Q 键再中反杀，哇，这个人可以。你想看怎么操作，兄弟们 ？Q 一手，好，注意看我秒绿了，给我去莫眼躲他 Q， 直接给啊，一个 Q 技能再中，三二一，莫眼空中双 Q 落地 A E 天雷波秒杀，反杀一丝，会不会用阿闪 ？Q 莫眼天雷波拍他一下减速，一个 Q 技能再中，他还不知道他面临什么，莫眼空中双 Q 这个马斯三角杀，差一点失误了，往上面 Q， 莫眼片再接暗爪落地反杀，上当了小伙子。弹一手，给兄弟来点绝活 ，Q 一手，给我打断了，莫眼拉扯一下，躲个队友大招 ，Q 技能不着急，注意看，莫眼空中 Q， 先拍死他，往下面一个 Q， 往下面一个 Q， 进化解掉双杀，他们开始推中了呀，得上了，莫眼躲一下，他直接打我没关系，让他先上，天雷波拍一手 ，Q 技能再中。不着急 ，W 拉扯一下，按爪直接落，顶两个落地一个 Q，W 拉扯一下，二等 Q 回来，哇，这爆发，直接给我，这么点血还不走，还要装，双杀的机会来了 ，QA 一接天雷波先秒一个 ，Q 大熊 ，Q 熊莫眼接闪现，三二一往下面一个 Q， 莫眼再接进化解一个 Q， 1000块到账 ，W 拉扯一下 ，Q 真重。好，这波我要双杀了。莫眼 Q 接暗爪，落地 E 天雷波拍死他，直接加一个 Q 技能双杀 ，W 走。Q 预判 Q 中了，往下面一个预判 Q 中了 QAE 接天雷波躲他一个钩子，三二一卡个双 Q 落地 E 减速 ，Q 技能死 A 一下，扫完你，往下面 Q， 被我 Q 到一下，我就要用那一招了 ，Q 蓝 buff，Q 他。进化先解掉，不着急。莫眼空中后仰个落地 A E， 打两个 Q， 天雷破反杀。熊也不放过，50块毒药，中 ，Q 过去，天雷破。安妮嘛，推荐中，雪人是吧？可真听闻马氏，对不起，不用马氏了，直接秒了。这么多血，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法？队友有没有想法？瞎子呢？瞎子哥哥呢？这么点血你瞎子不来？瞎子呢？谁来了？泰坦 QW 给自己，不着急拉扯他 ，Q 莫眼蹭他一下 ，W 拉走，他懵了 ，QAE 接天雷波减速给他让他打，直接暗爪阿踹顶他一脚 ，Q 技能再中 ，Q 过去再 W 拉扯 ，Q 技能再中，再落地 E 再接天雷波，再 Q 再莫眼躲他 Q， 再过去接二段，一个 Q 技能再中。进化解掉了啊！拉扯二等 Q 天雷波一个 Q 技能再中，再拉扯他 Q， 再接二等 Q， 再 Q 一瞬爆秒杀，没想到吧？小喇叭来了，我可能直接飞他们几个人脸上了。进化先解一手，闷躲一手，闷躲一手 ，Q 技阿踹落地 ，A E 天雷波反杀，拉扯一下 Q 技能再中，闪现躲一手，不着急。莫眼空中 Q 空中 Q 大一手 ，A E 减速 ，W 拉扯一下 ，W 拉扯一下不死，一个 Q 技能再中 ，W 给自己 ，OK，W 给自己 ，Q 技能再中。就能中他，卡两个 Q， 卡两个 Q， 还能反杀，不着急。
队友给我护盾，我就上。哎 ，Q 安杰，好，三二一，末影空中一压制，菜直接落地瞬秒，跟暗爪一个 Q W 拉扯一下，再躲，三二一 ，Q 过去 ，Q A E 接天雷波，双杀末影躲大，往下面追，我这里还有一个眼呢，往上面 Q， 好，注意看喽，三二一，末影空中双 Q 落地 ，A E 瞬秒，下次想操作我吗 ？Q 剑中，待会直接给R的，等他放R就好了。 天雷破，还想阿闪秀我，我知道他这一波想干嘛。就是，进化解掉末影空中 Q A E 接天雷破，Q 接末影接暗爪，一脚踢回来一个 Q 盾再中 ，Q 过去 Q A E 接天雷破杀死他 ，nice， 快走，快跑，哥哥，哎，这怎么还跳一下？ 末影往下面 Q， 这么慌张？末影空中双 Q 接暗爪，保龄球一脚顶三个，闪现一个 Q 技能再助，落地 A E 再接天雷波再接暗爪，进化秒解 W 拉扯一下，三二一 Q 过去 Q A E 接天雷波 W 拉扯一下一个 Q 技能再助，坐旁边落地 A E 再杀寒冰落地天雷波 W 拉出来，我喘不上气了，哥们还要杀哦，喘不上气了，直接给啊落地一个 R 中 Q 落地 A E W 再拉扯一下，给我氧气瓶，我操，老子喘不过来了，死。 教你们一个秀瞎子的超帅点招，要出现了吗？那一招，进化解一手，梦影 Q 接暗爪，保龄球顶两个，一个 Q 技能再中，就过去 Q A 一剑，天雷破秒杀 ，W 给自己，梦影躲，一个 Q 技能 Q 挖飞，拜拜，溜溜球 ，Q 技能再中 ，Q A A 吸血 ，Q 过去 ，Q A W Q 他一手 ，W 直接给啊。 好大，直接给啊！一脚顶两个落地，哇，他这个反上直接给我反死了。他们想强行一波了，感觉有必要上去拼一波了。Q 末影接光速阿闪一脚顶两个 ，Q 过去 Q A E 落地一千秒一个 Q 技能 W 拉扯一下，躲一手二段 Q 再回去，二段 Q 再回去。Q 技能进化解暗爪落地千雷破 ，Q 技能再重杀 W 给直接 AQ 减速三二一，末影空中护眼两个 Q 打。 再接 R 踹，再接 QQ， 再吸血，再 W A E 减速，再 Q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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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动了 ，QQ 糖都打出来了 ，Q A E W 再拉扯一手，交个小鱼，一个 Q 就能再中 ，Q 过去 Q A E 再保小鱼，帮他挡 Q，W 一手直接给 R 救下小鱼，落地 A E 再接天雷波，氧气瓶啊，快续上兄弟们，续上来，我操，摸一手 ，Q 技能，哇 ，W 拉扯一下，好的，但让我 W 一下行不行？ 知道你大刀放的很好啊！末影保龄球一脚顶两个落地 A E 天雷破秒一个 ，W 拉扯一下一个 Q 技能再中，中他后排 ，Q 技能中 ，K A E 接天雷破啊！瞎子来了，打断！哎，对面怎么点了？ 游戏结束了，兄弟们，拿下！